请男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理想型。杨幂，清纯初恋脸，这绝对是我的爱。这个我选这个阳光健美型。哇，这有什么难选的？杨幂大哥。请女生选择男朋友喜欢的理想型。这个肯定不是，这个性知性魅力你不是，阳光健美。不会。啊，这不就是高中喜欢的吗？这标准答案啊，我天哪！宝宝，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怎么现在改叫法了哈？学习了。没有，我要元夕附体。吃完了，老公。没有，你要这样说，吃完了，老公。打你了，等一下。教大家一个技能吧。啊，刚刚我们打了一个很深的球嘛，很深。那这种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可以不落地击球的，就你不一定非要等它落地。那这个技术就叫做截击球。那其实这个运动就是说，你的截击好，那你就更容易赢得比赛，因为你在截击的时候才是处于一个进攻位的。那截击的时候，我们保持大陆式握拍，可以把拍子竖过来，虎口对准中间，往下抓。对，如果你是右手持拍的，对，往下抓，哎，可以，这个大陆式。然后你的大常见错误就是我们大拇指高于食指了，我们让食指在大拇指上，对，这样你才能就是 hold 住拍子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它没有支点，顶不住球的啊。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哥一组，然后你把手拿出来，左手放在这儿，对了，有点像龟派气功的感觉。然后当对面丢球的同时，就很多人截击是什么，他光靠手打，但实际上我们截击靠的是重心，就你在跨左脚的同时上来，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手甚至都不需要做这个向前推的动作，你就放在这儿，啪跨过来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一组啊，然后脚平行站，跨，哎，很好，回去，跨，很好，现在一样，保持大陆式握拍，刚才说的，对，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别扭，对啊，然后没，但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然后跨左脚，对了，很好，大哥，要不你教我们一套拳吧，我好想学，大哥，你教我两下吧，来，就是不要搏斗，就是你，我跟着你练，来，我要学，一排去打拳，打拳是比较帅啊，哇，把手拿起来，对，与肩同宽，完了。啊，自然下垂，对，然后往后撤一步，对，咱们站成一排好吗？对，有点乱。对，啊，别这样，稍微拿高一点。哇，好帅！对，你要防好自己的下巴。下巴要防下巴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啊、这样，分开一点。对，嗯，夹一下。啊，那我哪只手在前都可以，你自己喜欢。对，好，对，对，这个往这边一点。对，这个稍微这么一点点，对，这个位置不要这么开哦。对，哦对，这样就防住这个位置，别被人打，就自然。你肯定会，对。为什么你会？我一丢丢吧，稍微这么一点。对。对女生，有信心选出正确答案的，请举手。立马矫健了。请与雪娇走到自己的选择前方。不是要选你自己喜欢吃的呀，你又不喜欢吃甜甜圈，你不就喜欢吃巧克力脑袋？啊！笑死我了！对，我也蛮喜欢吃甜甜圈的呀。可是你肯定最爱吃这个，这个长得不好看。是，这不符合我的标准。请李梦举走到自己的选择前方。真服了。